其实我是一回来本身没有打算想要考试，然后本来是有工作，那只是可能就赶不上变化，所以我就决定一件事情，我不想要浪费说这三个月，然后之后在这边日文所学习到的，以及像说安永老师、生下老师他们的教导，所以我就决定我还是考试好了，所以我也算是没有，也算是停了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这样子，但是就很谢谢生下老师那个命题的方法跟抓题的重点，让我可以在这一次的考试可以这样子的通过，所以是非常的感谢。因为生下老师之前他本来就是帮一些学校准备升学的，所以他就是针对考试的那部分准备就还蛮有心得。我们后来就是还安排他就是协助检定班的准备啦，对啊对啊。那高校长，那个要再去日本吗？当然会再去日本，也要再去谢谢安永老师这样子。对，我们也很开心，就是有对啊，能够我们还怕大家不来拿的，对啊，有人情味的地方。好，谢谢。